动手也动脑，激发创造力 ，Q 动粘土，玩出孩子聪明脑。你家的小孩还在玩手机吗？要赶快跟上 Steam 玩具的教育精神，让孩子把想象的画面能够通过双手创造出来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好玩又多变化的粘土啦。不只能激发孩子的创造力跟观察力，同时训练手指的力量，帮助提升手脑协调的发展。那这么多的好处呢，让粘土一直都是爸妈心中的儿童玩具首选哦。不过呢，挑选粘土的话一定要当心，要注意避免买到带有刺鼻异味啊、会掉色的劣质粘土。那这些有害物质呢，反而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健康。那今天呢，小编就要来跟大家推荐一款通过各项安全检验的优质好粘土 ，Q 的。台湾自行制造研发的有机细胶粘土，采用的是有机系食品级色母，并添加抗菌剂，通过 ST、SGS、欧盟 CE 及美国 FDA 安全认证，是一款适合全家人一起玩的创意玩具哦。Qdo 有机细胶粘土与一般粘土不同的是，永不干硬、不掉屑、不粘粘手，而且还可以水中玩，不溶解、不掉色，玩法多元，不设限。第一款是 Qdo 的超柔软有机细胶粘土，适合3岁以上的幼童，质地超柔软哦，并且有超强的延展性，小小孩也能够轻易上手。那细胶独特的 Q 弹呢，让小朋友在搓揉按压的同时，手部大小肌肉反复运用，然后可以刺激肌肉的发展。可以搭配产品组合中的压模等工具，学习力道控制，可以训练精细动作、手眼协调等感觉统合能力。第二款呢是 Qdo 的魔法定型有机细胶粘土，这一款呢适合6岁以上或成人创作 DIY， 它的质地呢会比较硬挺，可以长时间成型不坍塌。那将不同颜色的粘土混在一起呢，也可以创造出自己专属的作品哦。借此呢，也可以提升孩子的创造力、想象力及动手能力。另外呢，粘土有附上5种安全粘土工具，让孩子可以轻松创作。Qdo 的魔法定型粘土有独家的定型技术专利，免高温烘烤，只要以1:10的比例加入定型粘土，静置24小时就会自然定型，让孩子的作品可以永久保存。Qdo 呢也贴心推出了职能运动有机细胶粘土，有4种的软硬度及延展性，适用于3岁以上的儿童、成人及长者。它可以使用于早疗、增进手指肌力、感觉统合及术后的手部复健等等。那大家不用担心，它也会随商品附上教案手册及线上影片，在家里呢就可以轻松操作练习。担心粘土不好整理的爸妈们 ，Qdo 也很贴心的推出了粘土创作桌垫。TB1 材质，安全无塑化剂，而且柔韧性强，还耐高温哦。除了可以在玩粘土时保护桌面，方便清洁整理外，也可以当成画板、切割板、翼板多用途，是帮助孩子发挥创意的好工具哦。太早订正荧幕呢，会大大影响孩子的视力发展。那 Qdo 就提供了一个好选择，让孩子们可以在玩粘土的同时动手也动脑，减少3C使用时间，更能提升孩子的无限创造力。